只是我们众生心浮气躁啊，业障深重啊，没有觉察到啊。如何才能觉察呢？我们的业障消了，消一分，你就能感到一分；消十分呢，你就能感到十分。 与这个成正比例，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四句偈是事实啊，我们真体会，我们才会感佛恩呐。 知道佛恩，才能报佛恩。世间上所有一切恩德，没有比佛的恩德大。佛的恩德是出自于自信。那么佛性神通，佛光普照。 这里面加持一切众生的功德，如佛往昔修持心，佛往昔所修行，都加持给众生。最明显的加持，就是他讲的这些经典，把他生生世世。 修因正果，这些四项，所依方法以及他依据的这些理论，都在这里给我们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这就叫加持。你有没有得到加持呢？那就是看你有没有看懂、看明白，有没有听懂。 看明白了，自己觉悟了，自己也如法修行了，你就得利益了，你就真的佛加持到了。佛是天天加持，从来没间断，怎么样呢？没看出来，也没听懂。日常生活当中啊。 还是妄想当家，还是起惑造业，还在搞六道轮回，辜负了诸佛如来，真的辜负了，不是他不照顾，照顾从来没间断过。 我们如何来感受？清净平等觉就感受到了。我们要清净心现前，必须要远离染浊。什么东西染污我们？ 贪嗔痴慢染着我们，无欲六尘染着我们，是非人我自私自利染着我们，这个东西要放下，这是假的。我们不能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现在我们变成了明显人，不能不知道这个原因。
知道之后，这些觉悟要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认真努力，把这些障碍排除掉。排除障碍，任何人帮不上忙。 诸佛菩萨通通来帮你都没办法，必须要你自己肯放下了。放下就是啊，你真肯放下。为什么你坚固支持而不肯放下？你知道的不够彻底。 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跟我谈过这个问题。佛法知难行易啊，而不是知易行难啊，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搞错了啊！佛法知难行易。 心太容易放下就是，不肯放下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搞清楚真不容易啊！为什么？搞清楚之后啊，不要人家劝，自己放下了。啊，光明王中皆宣说。 光明就是般若蜜，般若波罗蜜。啊，王是比喻，疏而不漏啊！啊，佛光普照大千，普照一切众生。 这是因果无碍，哎，这个因果我们在此地看到，正道究竟，啊，也就是我们这个论上讲的妄境还原，啊，真正还原之后，因果起用没有障碍。 再看下面第八，一正无碍，一是依报，即佛所依之国土。正为正报呢，即佛能依之色身。啊，这里讲得好。啊，我讲的一正总是特别提示。 啊，千万不要误会。哦，依报啊，国土没问题。正报啊，是有情众生，这里头有误会。为什么呢？一切动物都是有情众生。正报怎么讲？ 对他自己来讲是正报，对别人来讲是依报。啊，所以我讲正报，正报是我自己身体，是正报。我身体之外，所有一切的人都是我的依报。依报是我们的生活环境，环境里头有人事环境。 是医保啊，有物质环境，有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是虚空法界，物质环境是我们的地球。
啊，我们的太阳系、银河系，啊，银河系之外呢，应该是一个自然环境，距离我们远了。正报呢，自己一定要知道，正报是自身呐、啊。这你讲得好啊！啊，你看佛所能依的色身，这正报。一真相如啊，二界无碍，这个不好懂一报里面有我们，这个好懂啊。一报什么大环境，我们这个身体没有离开这个环境的，这个好懂啊。正报里头有依报，这个不好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诸位细心体会。如果我这个身体头跟外面环境也是不相干，我起心动念呢，这依报怎么会有影响呢？大乘经上常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的正报要不能融入依报，怎么能转它境界？啊，凡夫只知道环境能影响我，凡夫知道，所以讲求风水，那就环境影响我。不知道啊，我能够影响环境，佛在经上讲得好，境随心转，又常常跟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心里怎么想，一切法跟着我们的想则产生变化，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一直到江本博士的水师业，才把了佛所讲的叫证明了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虽然很少啊，但是很可贵。为什么呢？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念头啊，确确实实，境界能接受。我们一个善念，境界反应啊，这是什么呢？啊，佛法只讲个依报环境，我们科学把它分得细啊，物质环境里面分为什么呢？分为动物、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分了四个。啊，动物、植物还都算是有情的，生物啊。啊，矿物呢，一般认为这是没有情的，没有知觉的。啊，可是佛告诉我，矿物连自然现象都有觉知，佛法讲的见闻觉知都有，
啊，水是矿物，实验出来了，有见闻就知。啊，我们读这个经，明白了。我们夜夜毛孔啊，有世界。夜夜毛孔里面呢，有无量无边诸佛，他怎么会没有见闻觉知？啊，《华严经》告诉我，每一个毛端，每一粒微尘，都有遍法界、虚空界圆满的信息。啊，讲信息，现在科学家也说了，宇宙之间只有三种东西。这科学家讲的。啊，第一个物质。第二个讲能量，第三个讲信息，啊，通通都是这三个东西构成的。这说法说得很好。一粒微尘里面，一粒微尘有物质，啊，微尘是物质现象，这物质现象上它有能量，它有信息。实际上他讲的信息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实。啊，你看弥勒菩萨讲。念念成形。那个念是什么？那个念就是能量。啊，念念成形就变成了物质。形界有实，实就是信息。佛法讲的早，这三千年前，科学家最近才发现的。啊，我们也相当佩服，科学家的确很聪明。啊，他发现了。啊，发现都出不了大乘经之外啊。啊，他们所发现的大乘经全有啊，比他讲的更妙啊。啊，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这科学家没发现。啊，只发现呢，整个宇宙构成的是这三样东西。啊，那么佛法的顺序是先有念。啊，这个。物质跟精神现象是同时发生的。啊，佛经里面的说有的时候，两样都有。弥勒菩萨讲的时候，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啊，那物质在先，实在后。可是讲阿赖耶呢？阿赖耶是实讲在先，信息在先。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能量。啊，莫那转分就是信息，啊，相分就是物质，啊，相分是物质，见分是信息，啊，业相是能量，啊，太快了，分不出先后了，这三个可以说同时发生。啊，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这个现象，肯定这个现象，就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生，也从来没有灭。就是能大师所见到的，何其自性本无生命。自性所现的一切现象，当然没有生命。啊，所有一切现象如果有生灭的话，
跟自信就相违背了。啊，体没有生灭，现象哪有生灭？体是真的，相是假的。啊，体是永恒不灭。啊，相虽有生灭，生灭不可断了。如何才能够证得？佛说得很好，清净平等觉就证得。所以我们努力恢复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啊，恢复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就证得。不需要用任何工具啊。啊，科学家是用许多仪器，我不需要用。啊，一真相，这是真，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山河大地都知道。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自信里头，那个能量很大。不可思议啊。如果修清净心，起心动念纯净纯善，我们就能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只有美好，只有和睦和平，没有任何灾难。啊，这个世间所有灾难从哪来的？从我的念头不善，心行不善所感的。啊，要相信经，这个心能转静，啊，静也能转心，毕竟心是主。为什么？心生法了，不是法生心的，是心生法了。啊，心生这种种法生，这个心就是八识啊，八心王啊，五十一心所啊。啊，所以一中有正，正中有义，一正无碍。经云：或作日月有虚空，或作河池全景水。这是说佛与菩萨。他能够现身为日月，在太空旅游啊，也能够实现做河池里面的水，自在无碍啊。这个十种无碍愈说愈深，全说的是自己。毗卢遮那是自己，
自己的法身，罗舍那是自己的智慧身，释迦是自己的应身，不是说别人的。释迦牟尼意思好啊！释迦是什么意思？仁慈，对待别人要仁慈啊。摩尼的意思是清净，对自己要清净，记住，对自己永远是清净平等觉，对别人是大慈大悲，这就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一个样子，做一个模范。我们学释迦怎么学法呢？就是学仁慈待人，清净对己，你就是释迦啊，这叫真学佛。第九啊，前如无碍，为佛智，潜入众生内心。其实这个潜入两个字很有味道。我们自心有没有佛智？有。为什么呢？佛智是我们的自心，怎么会没有呢？佛智本来就在众生心内，叫如来藏啊，如来就是佛智啊，藏是藏在里面呢啊，藏是藏的意思啊，如来就藏在这里面，叫如来藏啊。啊，迷的时候叫阿赖耶，觉悟的时候叫如来藏，阿赖耶就是如来藏。虽作众生不舍自心，如大海水因风尘波而不舍世心，佛也如是。所以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他也用一个肉身，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除释迦牟尼佛之外，在历朝历代应化在世间，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只要他有个身，我们就叫他做如来藏。中国祖师里头，我们华严宗的杜顺和尚、云华和尚、贤首过师、清凉过师。宗密这些人，只要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的阿赖耶就变成如来藏了，是觉悟了吗？在我们凡夫没有觉悟呢，那我们的如来藏就叫做阿赖耶，名称不一样，事实是相同的，迷悟不一样。所以他虽作众生不舍自心。释迦牟尼佛
示现在3000年前，八相成道啊，他也投胎啊，他也出生了，也从小慢慢长大了。啊，可是他不是自信，不是不迷失，永远是觉悟的，在母亲胎胞里头也是觉悟的。诸位想想，一汗毛尖尖端，那个里头有大千世界，有无量诸佛如来。释迦牟尼佛在他母亲子宫里面干什么？在那里面开大法会啊，在那里面讲经说法了，无量无边诸佛菩萨都在听经啊。我们现在明白，一毛端里头都是这样的，那子宫多大，那还得了啊？这真的一点不假啊！佛菩萨常转法轮，每一天休息，法而如是啊！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凡夫迷失了自信，就叫阿赖耶。阿赖耶坐胎的时候啊，佛在经上讲啊，那是胎狱啊，那很苦啊。那母亲喝一杯凉水，就像在寒冰地狱一样。啊，吃一点热的，吃一点辣椒的，就像八热地狱。你说那是迷惑啊。那佛菩萨应化来不迷惑，啊，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真相。比喻，比喻得很好。我在前面是比喻大海水阴风尘泡，我讲起了水泡，他这是讲的波啊，不是不失实性啊，水性是实的，波也是实的啊，讲性并没有丧失，形变了，水是平的，波是动的。啊，佛也如是。啊，现身，他有那个身体跟我们在一起。哎，他不是自性，我们是迷摄自性，他不是自性，差别在此地啊。那么他的一生表演给我们看，这个叫八相成道。啊，那么我们要想过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要学它。啊，什么叫真正的幸福美满呢？是在这一生把所学的功课都学完了。学的什么功课？前面说过，行菩萨行啊，是功夫啊。布施修圆满，啊，这六度是心得。对治的是什么？是六种严重的迷惑。啊，贪婪没有了，不但贪婪没有，极小的
那个贪的念头都不生。这一门功课学完了，不但不造恶业了，一丝毫的恶念都不起了，那你这门功课也毕业了，持戒波罗蜜圆满了，没有怨恨心。不但没有成慧，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伤害，没有一丝毫怨恨，忍辱波罗蜜圆满。也就是我们的烦恼习气通通断尽，这叫真正的幸福美满。为什么呢？超越六道了，超越十法界了。你过的是什么生活？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的生活在哪里呢？就在现前，就在当下。你的贪嗔痴慢疑恶见统统断尽了，你的六度四摄法圆满了。人间天上没有能够跟你相比的。我们再看下面，随众生所感，万类殊行而不失自性。这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经云：如应观佛一毛孔，一切众生悉在中，是为前如无碍。十方三世诸佛如来在哪里？每一个毛孔里都去住。我们身上多少毛孔？再给你说的清楚，每一个细胞都具足，细胞要再分析，就分成分子，分子再分析就分成原子，再分成电子，再分成粒子，分到最小的，现在称夸克。每一粒夸克都是一切众生悉在中，我们起心动念要是瞒着人，没有人知道，这是笑话了，这是自欺欺人啊。我们起心动念是鬼神知道，鬼神知道的有限，诸佛菩萨是圆满的知道。我们再看最后一条，圆通无碍。为佛融大法界而为其身。大法界是什么？
华严经一开头，华藏世界品，世界成就品，这两大段的经文呢，讲大法界啊，大法界，大法界就是如来身呢、啊，就是自己的身呢、啊，这叫法身啊。所以，整个宇宙是自己，自己是全宇宙啊，全宇宙是自己。离无不惧，似无不舍。啊，离具足。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似无不舍呢？是他幕后说的一句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这两句经文，两句经文呐、啊。故一多一正，人法因果彼此无碍啊！啊，所以清凉大师做《华严经》疏抄，解释《华严经》。讲华严经上四无碍，四种。第一种呢，理无碍；第二种呢，事无碍；第三种啊，理事无碍；第四种，事事无碍。我们这次学的这个十种，这个十种完全是事事无碍。经云：“一生为无量，无量复为一。了知住世间呢，现行变一切。”是为圆通无碍。这话是真话，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从思想说，一切是整个宇宙，万事万法，一是什么？一是自己。啊，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样。我的一生向外看的时候，啊，向外看去，那整个世界就是了。啊，一生为无量，无量复归一。一界无量，无量界一，是一桩事情。圆融无碍，啊，这一桩事情，佛为我们说出来。如果不为我们说出来，我们不知道。说出来了，我们先明白，接受大乘经教的熏习有几十年了，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听到这个讲法，不怀疑，能接受啊，能生欢喜心了。怎样证如？啊，这是我们当前的课题。证如的方法就是放下啊。总的来说，不要说这些细项，总的来说
放下执着，见思烦恼，放下分别，尘沙烦恼，放下起心动念，无明烦恼，你就真得了。上面讲的十种无碍，你全都得到了。现在虽然从经典里面明白觉悟了，在实际生活上用不上。原因在哪里呢？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所以不得其用。虽不得其用，你今天能够得到这个信息，这是稀有难逢。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听到这个信息？你想想，现在这个世界67亿人口，几个人在一生当中得到这个信息？这叫佛法，这叫正法。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说法49年，用人间话来讲，苦口婆心，来教导我。再看历代祖师，世代的相传，续佛慧命，弘法利身呐，不是说利己，利身呐。做真佛的传人，真佛的弟子，这个缘分多么稀有，多么难逢啊！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可是现在众生福薄也许众位众生的同修们听到我这个话不以为然，认为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比古人好，怎么说我们没福报这个没有佛是闻不到佛法真正的佛法闻不到所以佛在经上讲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就讲这个道理。得人生闻佛法，那才叫真正有福报。得人生没有闻佛法，那个福报是很平常的。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嘛。你这一生想再大的福报，来生还是搞轮回，不究竟了。闻到佛法的最低限度，你来生要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有福。不但永远脱离六道了，脱离十法界了，这才叫大福德之人。还有人能比这佛报更大吗？
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一生成佛，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古时候真有佛法，那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把护法的工作托付给国王大臣啊，他们能护持啊。啊，现在变成民主了，没有国王了，只有总统了。啊，总统是民选的，任期很短。他不懂佛法了啊，对佛法的时候他从来没听说过啊。那所以对佛法不关心啊。于是佛门的问题出现了。啊，我们看看现在的佛法。你从全世界去看，道场不少。哪一个道场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每一天讲经教学而不中断？这一点诸位要记住。世尊当年在世，一生49年，就是教学。啊，开口你把它记下来都是经典，不开口你看它的威仪行住坐卧，一举一动那是身教啊，那记录下来那叫戒律，叫威仪啊，他的教学日夜不间断的。那看到是伟大的教师啊，在世间找不到第二个人了，不能不佩服啊，不能不感恩啊！啊，你没有看出来，你怎么会学呢？你看出来之后，你就会向他学习。啊，他做了个好样子给我看。啊，所以今天佛法失位，后继没人了。啊，这种是佛法问题。啊，没人说实在话，没人护持。啊，现在不能靠国王大臣了，国王大臣没有了。现在要靠什么？长者居士真正发大心啊！诸位知道啊，啊，我在早年修学的时候，学习讲经的时候，韩英馆长护持30年了，没有这30年呢，我就不存在了。那个时候只有两条路，一个还俗，一个就是赶进餐去了。那跟一般出家人一样，那他们欢喜。那如果你是讲经的话，没有一个人欢喜，不但不欢喜，讨厌。啊，这是现代的现象，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可是一个人护持一个法师，成就一个法师，是大功德。
无与伦比的功德，很少人认识，很少人能坚持，把它培养成人了。所以我感激老师，老师指我的路，指示我的方向，要不然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迷失了正道，就走上邪道去了。感激护法，不是30年的照顾，我们在正法里头不能生存。所以今天的成就，我常常讲，不是我的成就，是我的老师护法他们的成就。我明白这个道理，我亲身走过来，所以在这个晚年，我化形护法了。那么现在想来想去呢？澳洲这个环境不错，澳洲图文巴这个城市，佛教只有我们一家，一家就是没有嫉妒障碍，这最重要啊，那就是我们一家了。所以在那个地方，可以延续经教。那么我希望我们净宗学院，无论是常住或者临时在那边学习，至少每个人都会讲一部经，都知道怎么个修行方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一生当中成就啊，清净平等正觉，念佛求生净土，这叫大圆满。在今天世界上灾难很多，我们是真正佛弟子，不能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就是时时刻刻要为国家民族、人类，特别是造作恶业的，为他们回向，为他们祈福，化解冲突，化解灾凶，要从我们自己做起，这就对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